时见。他们在等信号。哇，这个角度好帅啊！加油啊！哦，六环。及时见。六环。六环。六环。不错。加油。有些压力了，有些压力了。所以说你上一场射得好，这一场压力很大。六环。我觉得射箭比赛，它有时候不仅要跟就是对方比，还要跟自己比。对。是。看看第二支箭，高永熙。战胜自己就能战胜对。哦。哇，状态回来了，九环。九环、五环、十四环、十二，还是很接近，还是比较接近的。超越，有点高了，七环。七环。七环六六七。哇！哇！八环。现在领先了三环。看他的撒放就知道他是练过的。没有，还有，还有三支箭。还有三支箭，不要着急。决赛是六支，因为要决定先射后射的顺序。领先的那一位可以决定到底谁先来射箭，第一箭。那后面还有三支箭，所以高永熙要来决定是他先射还是杨超越先射最后三支箭。加油啊！任务没呢，本来可以过了。